笑。今天的主题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志豪，你唱歌比你老爸好听多了。对，你老爸是像。没有，你不在哦。你爸爸叫做曾新明。曾新明，曾新明的哥哥。哎呀，是吗？哎，讲曾新明的，我现在哪在？曾新明叫做贺一航。贺一航，贺大哥的儿子。所以你不知道他是贺一航的儿子？我不知道。哎，那些声，白头生的人的囝，那声有够神啊！咱今日呢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哎。不是何一航，不是何一航，你那八点刚一定会来。浪子不回头金不换，跟我爸爸无关。为什么？我爸爸是永远不回头，永远不回头啦。你要讲的，所以这个囡仔真滑棍嘞，这来袂歹安尼啊，未来绝对哦，前途无可限量。我今天跟我龙珠回头金不换，以及这舞蹈的教父。舞蹈教父，教父。近年来我们听到的是阿兔。舞群对马雷蒙，另外一个叫董承瀛，董承瀛老师啊，其实更早还有一号你想无的上届引导，你要叫蔡淑文，蔡淑文，甲曾新明同款，你讲蔡淑文，人都唔知他到底是哪淑文，他们是玉树临风，原来他就是蔡头大哥，加薪批别了一样，你蔡老师那跳波三分线兵的啊？哎，老师，俺不是讲两小姐啦，俺富了八小姐，看人家。像了吼，咱两个安尼足好笑，咱两个够费玉清呐，吼，常常呢一挂真趣味的代志，真趣味代志无来遮讲，哪会使？伊有一摆忧郁症，偌好笑嘞，去大医院啦。啊，就费伊个费玉清讲，就我讲，咱来甲看菜头者，我讲哎是安怎？伊讲大医院啊是安怎？伊讲咱来甲看就对啊，忧郁症呐，迄干那电费落来吼。你好笑一下，讲，迄人足安静的呢，北京房嘛要人呢，等你人伊就看门开开，我咧甲讲门开开，伊就跪落用白安尼，菜头啊，菜头，真的，嘿，我要死，哎，伊就出来看桥，你白阿未死咧，你想安怎？哎边啊，嘿 VIP 嘛，有无？嘿，大家拢过去哦，嗯。我就知影有，哎，菜头活无久哦，你有看卖咧？我以前咧烤啊，你有看死啊？一定死啊！我说，你是咧？啊！不要再出来干叫了！跟你说，你现在搞啥？你现在搞啥？我最好笑的就是，人家边吼都侧目着，想差啦！我哎，咱那想差啦！费玉清讲，卖大卖大啦！你看到阮要哪会忧郁？你较少看到阮就袂忧郁。啊，阮若无用，当来行行行，再甲招去，招去因家拍麻将。上好就是伊讲十二月天最寒的啦！啊，我迄阵也袂晓，我就足找人拍麻将，无招啦。迄阵也袂安尼啦，我袂晓啦。啊，因。四卡含杨凡呐，胡瓜杨凡我啊，甲费玉清啦。哦，是安尼啊，对啦，对啦，我计拢十波的啊。上好笑的是安尼吼，拍落去拢是你来讲，哦，我忧郁症搁要起来。忧郁症，恐慌症。你是讲忧郁恐慌症？你讲你迄窗仔门拢未使关，讲叫人窗仔门总拍开。会缺氧啊！啊，伊讲伊安尼缺氧，啊，足乖嘞，足好笑的，跩规定拍开窗仔门，规定拢穿羽绒衣，都穿棉袄，哦，哎，棉袄要去蒙白哦。你是冰块来在拍哦？手唔伤高，搁会弄倒白，哪弄倒白哪叫来拍完。费玉清输，你俾提钱来考出来啊！考输啊，一波输啊！考啊，一直考啦！我拢在阿贺耍耍走啊！阿都看到伊一个碰伊，有啊，伊有几笔啊，出来佫考。安怎安怎？哎，我是讲，阿婷你也无输啊，是咧考啥？无，阿婷婷啊，我是输咧。阿婷婷都脏，都是你赢，你还。你还在那边哭什么？让伊我那也要骂三字经。老尾巴，安尼娘了。你看我都狗冻死了啦！狗冻死了，狗冻死了啦！因当个假皮皮啦，咱人哦穿羽绒衣咧拍麻将，哎，跟我囝一只囝尔，哎，吉娃娃，才细只，迄袂堪要寒啦，现寒是跩。
大家跟肿瘤一看，一只狗啊是畸形的。哇，僵硬啊！啊，我难得今仔吼菜头会当来，我今仔的主题叫做"龙珠回头金不换"。哎，我是当你的色啊！你拼，你跟人混流氓哩！流氓还是？哎呦！他在真正叫做耍流氓，耍狠是，伊真正流氓啊！别跟我讲，等下，你五十年前的代志，不，你做五十年前，当你混流氓的时候，你外面的号，哎，就口号，你的名，或者什么名号叫做大头啊，头哥，这不叫菜头，叫菜大头。大头哥，头哥，哎，头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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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啊，你为什么去跟人混流氓？为什么？这些哈，我现在要讲的是真的。我们这个节目叫寓教于乐，那社会教化嘛，还在教。做老师也爱注意，我国我那时候是上初中，初中，我是考上第一志愿。咱的年代不是国中，哎，不当不当啊，直升的，对啊，考试考试的。好，哎，我刚刚读书的呀，啊，但是哦，初二的时第一科是原始人。原始北京原始人，北宋人，我知道，我大概知道，人家看到你的脸就对，那个老那个老师是一个不知道是哪里湖南人还是什么，就是哎，给我统一些号，哎，我们反开第一科叫原始人，原始人，原始人，哎。目标看到，哎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说我叫蔡思文，请你起立。好，来，大家什么叫原始人呢？来，我们让蔡思文这位同学示范一下。来，蔡同学，请你把右边的左侧脸给各位同学看一下。哎呦，好，这是北京人的侧脸。再来，蔡同学，请把你左边的侧脸给同学看一下。哦，哎，你看他的侧脸、右脸、左侧脸，真的最像原始人。所以人类的演技是从原始人开始。啊，老师，这太可恶了！人生功勋的冰豆啊！那个老师，我们不然从名字，我刚听他现在已经往生了啦。还是哈？麦克东，麦克东，我已经70岁了。没有，我真的，我真的听到你讲，我想哭哎！我觉得这伤害一个孩子已经到了极致了。真的，所以说你怎么可以拿人家的外形？真的，虽然他长得真的很像。你都我亏，我看了想要笑，我想要哭，我看方老师不应该讲的真话。我今天虽然会讲这一段出来，要让所有的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不应该，你一句话就会伤害伤了一个幼小的心。所以菜头会去跟人混流氓，拢是为了这个老师。你刚刚讲我北京人。开始看到比较好看的，我就给拍。好，哎呦，哎，咱大家先个边，先个边，你敢拍一集？我老公，你侧脸摆给我看看，比我还好看。安尼你全规下下拍个照掉，拍个拍了了，遇到汉咧找到一个比你较歹的。我摆侧脸给你看。好啦好啦，外公后边更加精彩，千万唔通转台。我个枪片。哦，哎，无，你有经纪人敢唔是？哦，你即马爱我，我都不爱跟你抢。哎呦，哎呦，我今日经纪人就陪你来，多谢嘞。好嘞，就来。哦，你真叫经纪人，安尼得我。我还走力啦。安尼变风门。不，因为哦，我感觉这个袂歹，歌会唱，做歌手会使，再来用来去主持拢。是，我真好用，哎，真好用，真好用，袂歹袂歹。好啊，即马过来继续。好，续集，续集，来，你过来，续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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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Part Two， 会啊，你都常常的戏给怕你的同学，哎，啊怕怕了啊，怕同学啦，哎，不是怕同学，怕外口人，外口人，我是外口人，校外人士，我叫你归好好，你霸凌都怕了了，我没去欺负老弱妇孺。OK， 啊，但你有家里帮派无？当然嘛是夹头，不是帮派。夹头，夹头，你的外省帮叫做帮派啦，啊，咱的台湾的这些讲叫做夹头啦，哦，啊，你阵的夹头叫做啥？叫做袂使讲。你别那讲，你即马一直咩？你是那调查局的？我是来讲的。哎，我他这我这个广告是让你民主掏一个七年，让你民主。啊，你说嘛？你调查我的薪水？我是要让足侪少年啊知影，无论你做个什么款的情形，
啊，你有一天你来想想，就今天就变咱舞蹈界的教父，啊，所以一定你一定有一个契机，去关的时阵是当兵前还是当兵后的事？当兵，因为我作早就离开家，也都搬去高雄啊，啊搬去高雄嘛是去佚佗，哈，啊佚佗了都去关，哈，啊关一关，嘛不去外岛。啊，关过偌多，安尼总共关几摆啊？大关啊，关几摆？去用一遍，比如一遍爱判几年啊？安尼那有记底啊？有关几摆？大关几啊摆就对啦。关几了摆啊？你皮都搁出来，你皮都搁出来，搁你皮安尼。无安尼遐接啊，对不对？你唔少高用啊？接到你几皮，搁几摆出来，搁几摆？我是嘛？你唔少高用啊？摆啊偌多啊？摆？我是嘛？你，我讲你不是忧郁症，你是躁郁症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哦。那是冰冰姐忧郁症。不要，刚刚我才刚刚那个。问别个人，伊不爱讲，哎，个别人唔敢问啦。但我是要知影讲，我听说，你会改过自新，是因为你妈妈最后到绿岛去看你的时候，她转身那个转身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感动。我听说，你会改过自新，是因为你妈妈最后。到绿岛去看你的时候，他转身那个转身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很感动。一去外岛给他看，看一只笔哈，那有可能笔那看的？听到要讲笑，我无很感伤嘛，是挂一个煲鸡汤，鸡汤啊去，甲我讲一句话，因为我细汉的名字本名叫文哥，文哥哦，书文呐，文啊，文将啊，文将啊，伊咧甲我参加个，我。你探家了，我咪讲问讲，即次是我最后一摆来甲你看哈。啊，你阿公后摆要叫我卡上，希望你即次我等你，绝对袂使阁做兄弟。那我阿仔讲你做兄弟，你即世人永远不准甲我叫卡上。哦。啊，那时候刚好是黄昏，让他转过去要走了。一直走一走，那时候是黄昏哦，夕阳西下，那种海哦，在外岛的海平线有没有？绿岛，那种海平线哦，夕阳慢慢沉下去。我关在里面，跟笼中鸟一样，手扶着铁窗，永远我妈的身材跟我一样，我跟我妈身材一样，她这样走，慢慢走，走了一下之后跟我讲，干巴爹，连脸都没有看过，干巴爹，我讲。干嘛？就是等于是这样转过去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那这样子，就这样看着他，然后他带了一个东西嘛。干巴爹就是加油。他带了很多东西，杯子吧。我讲干巴爹哟，干巴爹。哦，不行啊，不行。你看看，在那种这样就不行了。海平线的，我不行了。夕阳这样子慢慢沉下来。你说，我想那个画面。其实哦，我是没有嚎啕大哭啦，我是潸然，哈，潸然泪下这样子想一想。你看那个背影，大家现在有画面。那时候妈妈几岁？哎，五十几岁。啊，你几岁？我三十了没？三十了没？没有啦，二十几。就当兵回来了。哎，当兵回来，二十出头。五十几岁这样，哇，我可以想象那个在一个夕阳西下的海平面，一个背影，一个伤心的妈妈，就说：“你若不改过，你再也不要叫我妈了。”然后转过去，思文加油！哇，那个真的，你是那一下子，那一下子就有决心要改变。我那时候想，我这辈子太对不起我妈，因为我妈妈是那么善良的人，那么有包容心，那么有爱心的人，我怎么可以让她今天这种？而且你看五十几岁一个隆重的身材，还带那么东西。而且以前要去绿岛不容易，哎，再来是白马参加，什么坐火车到台东，还要坐船到绿岛，是坐船哦，哦，哎，船就因为就很的船细只，会拖呢。对，不然啊，咱坐火车吧，慢慢坐坐到台高雄，佮搬车去台东，又去搬船去。天路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本来我今仔期待是咱菜头来，伊就是一个谐星，会带予咱真侪欢乐。但我感觉今仔日节目比啥物讲较重要，这是一个社会最好的教化。所有伟仔妈妈听着讲啊，咱的囡仔若做唔对，是自细汉咱都爱甲珍珠
意啊，你那孩子们如果可以想到妈妈的眼泪，想到妈妈的背影，请大家千万不要做错，不要走错路了，你哈，光出别啦，就对。好，伊做兵有够好笑，伊都做兵，伊都较早都咧混流氓啊，啊拢食槟榔，嘿，啊拢人爱粗糙。我想要吃槟榔，吓我一跳。我伊感觉粗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。丢脸，做。就是靠，就听咪当然咯。做兵上惊就出差，对啊。你是让我闪避做出差咧？我讲听哦，我足惊出差。啊做公差大家上爱。做公差最爽了，当兵的好爽，好爽。做公差嘛，最近做兵的拢在啊。出公差你就不用在那边听课或操演。对啊，都去干嘛？比如说，他说有谁会擦油漆，我就举手。擦油漆擦一天。啊，擦油漆也是有那个味道，也不舒服啊。拍真较好，哎，尤其系十个人你擦，咱就乌白灰尔。对啊，做公差，所以讲啊，做啥物公差，第一个公差我就出个，谁会办壁霸？壁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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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威外啊，威啊，牙臭，牙臭。第一个，上个人讲搞水泥，哦，水泥，啊，其他都。不是啊，就是人家怎么啊，就人家会帮忙啊。当然，该帮忙，阿就当嘛。我没话，我就当嘛，用刷用水啊，其实就是在消磨时间。对啊，是是。啊，过来上来当唱上，我没事，我唔。大行你拢牙臭。十八般武艺。我已经不知道连长在注意我了。哎呀，能做到连长不简单。所以他就注意你这个小子在干嘛了。嗯。端午节来了，一直让边缘让我谁会扮肉粽？让我起底我，一直让我边缘让我起底。你们现在可能没有起底，我们那个那晚上就记了。谁明天是端午节？哎，明天一定要派公差。哎，谁会杀猪呢？我来我就看，不要了，不然我随机过来杀猪。哎，上个月太低，我啊看无人，我就较紧啦，因为出公差拢过来，牙齿。阿姨刚刚我牙齿，我看无人啊，牙太多了，就是你。上个月太低，我啊看无人，我就较紧啦，因为出公差拢过来，牙齿。阿姨刚刚我牙齿，我看无人啊，牙太多了，就是你。别人奈无牙齿。嘿，我牙齿。真的会杀呀！啊，侪人牙齿，咱会使倒去了。对对对，要混在里面，混一混而已嘛。地公就是你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明天杀猪，大家都不用出差，不用出操，我们来看蔡思文怎么杀猪。哎呦，所以那天是不用出操的，来欣赏你杀猪。嘿，阿哥，有没有人帮你？没有，没有，他就宣布，你晚上想一想，你晚上自己想一想，要什么道具，我们一定给你用催眠的，全部给你，给你安排好。明天早上早就是早点名的时候，早点名的时候，你把道具都开出来，动六动动，哦，一按我就开啊呢，绳子，绳子。铁锤，铁锤，棍棍，哎呦，好可怕！木棍，铁锤用木棍。菜刀，啊！无你变哪台？哎呀，看诶，武术刀敢无够啊！你较早都加武术刀惯起。你这内容刚刚投在公司诶，我差不多即世人啊，开即世人。啊，结果咧？啊，结果随传，因知影我较传埋遐尔，伊毋是，佮送我过来行。免费附送。但是你根本就没有经验，你到现在没有人帮忙，你怎么弄啊？啊，怎么解决？啊，就好，接目标，哎，猪圈，猪地标。起步走，起步走，一、二、一，阿里开始，天天顶管阿里跳，大树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我做阿娃一直浪吼，叫袂出来，一直咧扯，惊吓过度，我是讲当死啊，当即想到袂阿弟啊，行到低调，两大拢为了好区域队形，有无？啊，区域队形，有无？区域队形，像 O 字形嘛 ，O 字形这样 ，O 字形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我跟你讲，蔡思文要我示范杀猪，哎，你们哈。该精彩的地方就要鼓掌，不精彩的地方就斯文杀猪秀，就给你们骂骂三字经都无所谓。还有这种连打，哎，结果嘞，哦，出来，我的事儿给你讲。
我爸连载，我真的不会刹车，来不及了。哎呦，今天那么，今天大家都不用出操，你立刻刹车。就是欣赏你刹车，就是要你出刹车，不要你抖抖台啊。结果、啊、这些兄弟也是一样，抬了抬了，刹就刹。好戏话，你在讲你的话修啊，话修。这边阿人都阿咧，但你讲不咧，抬人都无咧叫，抬低抬低哦，叫小刚好诶，叫小刚嘛抬啦。啊，低只高追着无，都不能挨到死啊呢。啊，结果咧，结果咧，结果我去哩。欸、我原來有頭殼的人，第一個不可以用刀，用那個鐵棍來攻魂。哎呦哎呦，好可怕！鐵棍來拿，那要當你母啊！我說我道具不是開那個鐵棒，對啊對啊對啊，應該拿起鐵棒像關公拿的，有夠重的，拿不起來，你聽到嗎？你知道，你知道我拿不起來嗎？我就放棄，拿木棍，拿木棍，放棄了哦，拿木棍，太重了，太重了，木棍拿起來。要准备啊！我是讲啊，我喜爱民主啦，哦，是讲闹开很济人看。恁爸叫小较好，太好。叫小好，阿袂讲了，爱先落叫小好，你那叫小好啊！我讲来，提起来，人咧讲就较有出声，我唔是，我阿袂讲就出声，好你死！阿袂不，我讲你呀，你呀，阿你，你呀袂话你，你呀袂话你，你呀你计要死袂使笑，你好昏气啊！你老昏气啊！你，规场大拢笑甲啥？啊，结果迄底下有死无？无，马步昏。底下，我底下啊，这么话民主的底下，该讲啊，无乱服装。啊，底下无昏气就对。叫后来。底下无昏气，底下拢昏气啊！我昏气边啊，个就头。如果连顿讲连讲才。上好笑的，上好笑的是呀。人就雄雄讲落去，呀，好你死，然后我一个面子，气死你！啊，所以最后就没有杀成功就对了。没有杀成功，大家拢鼓掌啊！鼓掌，加高追来，我要给你俄罗斯。我嘛作串。我过去泰国看了人妖秀，够精彩。但当年哦，叫精彩的代志，但他们那个名词是不礼貌的，叫做人妖秀这样。那现在后来你成立了红底艺人，对对对，我叫袁本公哈。就你这红顶艺人，是不是跟泰国同款有经过身体的转变？没有，还是没有，就是男生来打扮而已。男生，所以他们一样吊郎当。当然吊郎当，还是这样。传男生，传男生，来。我要来学你的妆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特写，来特写啊！然后你眼睛闭着，眼睛闭着，你看。他们用这个咖啡色的画个假双眼线，然后眉毛的话，这真的叫柳叶眉，眼睛张开，眼睛张开，哇！炯炯眼线画的超好，你还画眼头哎，你会画眼头哦？因为画眼头可以把眼睛再拉长一点，然后下面睫毛有贴一点点，贴在尾巴后面。而且这个睫毛是很漂亮的，够长够翘。因为这是两副睫毛贴在一起，比较浓密。哦，是是。然后那个最尾巴的眼尾再把它勾长勾一下，拉长一点。啊，是哦。啊，这当时就有老师要来教你们做化妆，这样是吗？一开始都是学长教。哦，学长。然后画久之后，自己的轮廓就知道。哪边要修，哪边修，把它修错。那本身自己的轮廓就要漂亮。当然了。还有一幕叫做暗壁之母，暗壁之母传了招牌。传了，来来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日本昭和年间，有一位母亲在暗壁等待从西伯利亚回来的儿子。每年、每月、每日，暗壁之母干杯起诺，哈哈。早期的老太太，因为他们都是受了很苦劳的生活，所以她的腰骨子都不好。哎，就这样做产的阿伯阿姆妈妈是拢会安尼。哎，以前人都是这样子啊，缺少了钙质啊。表情做到超到位的。流れる雲
今日もまた怒涛砕くる岸壁に立つ母の姿を小豪，一个老妈妈往你那边哭去了，你是什么感觉啊？感觉到她的身体的灵魂。哦，阿达你两个少年呢，人个这吼，这样一算半个人半数，算当然是，伊在舞台顶，舞台表演者，会较无咧电视啊呢。但是我感觉你嘛爱甲因互动者。哎呦，我拄则看伊个秀，我是用心咧看呢。哎呦，你有个动作是恁妈妈呢？阿妈的动作。我刚牵他的手的时候，我真的有点吓到。为什么？因为这就好像感觉是妈妈。你有感觉了，我也在帮你带入戏。哎呦，但其实你是男生，对不对？我冇修 N 贵顶耶，我有。哎呦，男主角，哎呀！我的男配角第八个。啊，今天真足欢喜啦！菜头，哎，你坐两点钟啊？我坐足久的呢。好，我坐有够久的。对啊，伊即摆讲伊咧修行，拢咧食素。哦。你吃素啊？哎，较食不来啦，卖讲不爱来。我是。你都爱看梁欢，后摆你来，我阁叫梁欢，好不好？跟你讲咧，看到我。但是我电话会换哈。你哎，我要么讲。你在墙角独坐，心情的起落。他不跟你，但是问题是他是用别的方式说他不想剃头，啊，他不想干嘛？但一阵子以后，你看到他在演别的戏，他是剃头的，你就觉得我是被嫌弃的。不是认命的人，却偏又于心不忍，明知无缘无分。我是离婚以后，够个白人生。我找一个进来生，所以为了要养他，我就必须去找别的工作。我没有想到要回演艺圈。让我散播欢乐，散播爱。今天开始，全世界。